大敬爱尊他有四个试验，一个地的试验。地的试验呢，它能够让你的资粮非常的丰盛而且满足，可以试财跟试福。第二个，它有水的试验，它可以让你呢清净你所有的业障，环境就变成你自己本身的业障，完全就清净掉。还有火的试验，它的火的试验就是敬爱，让你得到众生的敬爱，最少得到小敬爱，家庭和乐跟圆满，这是小敬爱。更小的敬爱啊，今天我在那边主持，在那个另外那边啊那个厅呢，他主持了新人的这个啊证婚呐，给他们扶正，给他们扶正。那么这个是小敬爱。男的他有女朋友，女的他有男朋友，他像一个爱的神一样，这是爱的火花，爱的火，爱的火非常的微妙。当它升起来的时候，就像天雷勾动了地火，然后像太阳一样永远的发着光芒，这是敬爱啊，家庭和乐。另外有轰的敬爱，他本身咕噜咕噜佛母也有降服的力量，他能够降服呢，降服自己的贪嗔痴，降服外在的厌敌，这是属于他的四个试验。